林律，辛苦你啊！你即马随过去病院去关心一下伤者，看有任何需要随时通知我。是安尼，好。安总，江处长，有电视台记者要找你。对方敢唔讲有啥物代志啊？伊讲想要甲你做一个专访。 麦雄雄讲要甲我做专访，一定是想要乌熊甲总会理事长选举的代志。我对种八卦无兴趣，替我死掉。是。等下，甲记者电话给我。林董事长，这一次世界饭店停车场的爆炸事件引起社会大众的关注，有人推测是跟商总的理事长选举有关，不知道林董事长您有什么看法？这个爆炸事件是针对我厝内的人。 我个人嘛，感觉真危险。开始，这个事件啊，是跟选举有关。嗯，那林董事长，因为现在警方一直没有进一步的做说明，不知道您这边是不是掌握了什么证据呢？因为侦查不公开，所以警方无明讲啥。啊，不过根据我个人了解，警方已经找到决定性的关键证物。有关键证物将代表已经找到了犯案的凶手了吗？ 董事长，我一向的意思是，一切拢在检方的掌握之中啦。我相信真紧就要破案。所以已经锁定嫌犯了吗？歹势，目前我会当讲的就安尼啦。啊，不过有一寡话，我想要甲做这段代志的派人讲。有可能你的感觉讲你的计划真周全，你的计划真好，你有法度躲过法律的制裁。啊，不过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 阿能慢慢冒胖，我相信真紧，你就要为着你家己所做的歹代志，看出来。我唔甲你讲话，处理种代志一定要顺利，绝对袂当留任何结果。我有啊，有两件事情拢想过啊咧，该注意的哦，我拢有注意啊。 卡出是安尼，是那林志平安尼讲，你倒来时阵，有人甲你跟踪无？还是警方早就甲你定掉的？应该是无啦。什么叫做应该是无？你想看卖，是不是有留什么证据？到时阵警方若找着你，你才有法度应。我真正唔知影。唔知影，唔知影就想办法查清楚。 我跟你讲，你即马免甲我讲什么良心，讲什么人格，你甲我即马是伫同一条船顶，你上好紧甲林志平解决掉，啊若无，到时阵所有的罪名都你一人担，我看你要哪有好你阿妈？是，我知影。